爆辣的肥牛，家人们啊！我先干一口啊！哎呦我去，裹满那个麻酱。哎呦我去！哎，这小味儿太呢了。哎呦我哥，里边放的金针菇，再干一口啊！嗯，哎呦我哥，哇！有没有食欲，家人们啊？大家有很多老铁问说，这许弟你这个怎么做的啊？老弟就用这款火锅底料做的，味道嘎嘎地，而且非常便宜。你在超市买那个是，一般都是200克的，200克的就是25块钱左右，这个200克属于4袋，50克一袋，嘎嘎便宜，你们直接去拍去吧。哎呀妈！你们能吃辣的吧？就放2袋就行，吃不了辣的放1袋正好。小味暖暖的，哎呦我去！哇，真香啊，家人们！